猪腩有胆腹有199骨，这个锁骨组成，每一骨锁骨由91丝5.25毫米的这个高强度钢丝来组成的。这个锁骨它紧揽了过后，它这个直径有80公分的长大。采用的牵引系统啊，是双线的循环的牵引系统，每一天可以牵四根。然后我从5月5号开始牵引，到今天就是6月25号，历时12天，把我这个锁骨全部牵引完成。